北方有唱诗人跟南方有唱诗人，他们就是拿个里拉琴啊，然后你在夜市啊或菜市场啊，然后边自弹自唱。然后他们音乐有分世俗音乐跟正途音乐，正音乐跟世俗音乐。然后官方音乐通常就是在教堂里面，而世俗音乐呢就是在民间。你说什么要再做一次？享受吗？然后不客气就是祝愿。哦，大文熊，歌曲吗？熊送，熊送。我在公司啊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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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公司啊，